你要去买菜啦？没有啊。啊？你不是要去卡蹦？哇！车祸！就冲啊！冲！他不是要等红灯吗？就不是啊，不是，这里根本没有斑马线，不用等红灯，好不好？等到真的红灯。你好像很守规矩一样。是药局耶，药局卖可口可乐。为什么不能卖？你说那是感冒糖浆吗？气泡感冒糖浆。好假！